入室之前，那先抽到的就先请到台上。好，香港为我们抽出第一位。第一组要唱的上台唱歌的是何俊霖、诺毅，请上台。祝您跟诺毅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录音跟这个，我们要先抽出你们的对手。来，我们到 C 位这里。这次不一样。那录音跟这个助理都可以多介绍啊。等一下你要抽出你们的对手，因为今天的是你的对手，是可以抽一下。所以今天你们到，最不想抽到的一组。啊，最不想抽到的是胡昌芳。好 ，OK， 来，希望你抽到胡昌芳。在树上，你们的家里。对啊，警察怎么计算的？来吧！哎，不好意思，真的被我抽到了。你们的对手是林正鹏。我今天考了几分？谢谢我们千鹏小天使的出题。好，现在时间。对手出来了，所以等一下比赛，我们的下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也请两位旁边坐坐，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，直接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助理。